我对你的期望蛮高，因为你应该是在众乐团里面呢，这个歌唱技巧是比较好的。不要因为自己个子小而显得自己的表现是渺小的，你要如何把自己放大的是骄傲。精致的华丽舞台上要的是演出精彩的巨星。星期天晚上7:30，优频道现场直播。